好，现在丁俊晖是拿到了赛点。丁俊晖早上来看一下那个红球堆，啊，因为这杆呢要打这个红球堆的左边啊，来去防守，看一下这个红球。哎，打散了看几个红飞球。球，漂亮。底库啊，来去解这个底库左边这颗，轻轻的贴过来。这下太好的机会了啊！还是想沉底，但是这杆没打好啊。其实比较这种远距离啊，轻推就是比较怕这个，因为本身你苗子就比较厚。推库来弹起来啊，这个力量要拿捏得好，做到黑球。带起了一颗红球。Eight，哎，刚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，登上来。好球。这杆也是位置要细啊，所以丁俊晖刚才比划了一下，留一点点角度，非常到位。还是低杆拉回来。Sixteen。Seven。这杆主要还是看中间的这堆红球的 K 球啊，如果这 K 好了，很有可能这一杆啊就结束比赛了。看看啊，
这一杆华丽 K， 哎呀、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24。运辉也是开完球之后啊，先仔细的再把这个球形看清楚了啊，到底这个先后的顺序，先打哪一颗红球？25。中杆登上去啊，先打黑球上方那颗。32。这就是丁俊晖啊，就是只要沉得住气啊，相信自己的这个实力，一定是这个在对手之上啊。哎，这球交位出问题了。还要打啊，还是强行去薄这一颗。好的，粉球左边的两颗。白球有一点跳啊，有一点点跳，让裁判来擦一下。中带啊，非常到位。两库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这球停住，还可以啊，还能薄。那旋转啊，还是用的多了一点。好的，好的，漂亮。62。稳稳的推进啊，这球又是一个刚好顺推两库啊，白球先吃底库再吃边库，还是可以做黑球，集中精神再打进上就好了啊。好球，好的。哎，哦，白球落袋了，白球落袋了，这球。Mark George Ford。哦，难怪呢，是蹭了一点黑球。我说也是，这个角度没有直接落袋的可能。62-58啊，现在领先58，还有六颗红球，台面75。
中间啊有一颗还能打，四颗红球右边那颗。哦，太薄了。就碰一下绿球啊，反而这个形成这个防守的位置还不错。哦呦，有麻烦啊！看看白球的位置，哦，机会了。看看啊，乔伊斯是不是直接来去叫黑球？我们下低杆啊，还是想拉回去，先去做蓝球和粉球。嗯，但是问题就是这个角度啊，能不能够避得开边上的红球？这样现在蓝球需要一个准度。没了。哦，那这样丁俊晖应该是可以拿下了啊。这个红球先去叫粉球，中低杆来弹一库。哎呀！Quietly, please.还是应该先集中精神打进啊！是，估计在场的这个观众也认为这个机会应该是结束了啊，都没想到这个球有失误啊。丁俊晖现在是非常不愿意啊，把左边边库那颗红球给打起来。对。所以你看他宁肯用扎杆来轻轻的来扎中间那颗。因为边库那颗啊，在这个打到这个关键时刻啊，对于丁俊晖来说算是一个保险啊。不愿意把这个局面啊完全给打开放，毕竟现在领先了57分。会把红球打得再聚堆一点，这个红球不会有下了吧？但是即便是有下呢，这杆也不好叫球，很有可能有下啊。虽然还没有这个镜头能够看到，但是从他站的位置来看，哦，还真是啊，这个球是有下。
就看能不能叫到彩球了。还行啊，这个黑球，哇，这个架杆够得到吗？这个位置啊，看这个力量啊，想是去叫这个中带，白球想再多走一点的啊。这样这个底带左边边库这颗太难打了啊。Eight， 恐怕是要防。Mark Joyce, eight. 现在就是彩球的位置啊，其实还都不差哈。对，对于丁俊晖来说，现在就是彩球要是有在这个边库的，会更踏实。因为你红球虽然现在感觉，位置不是特别好，但是你毕竟现在你在防的同时啊，你都是在打这个红球，红球是在这个变化当中的。打这颗，那就是白球沉底了，推下来了。哎呦，中带了，中带了。来叫粉球，换8。红球叫的还是蛮舒服的啊，必须留这个角度推上来啊，来做这个粉球，而且现在粉球留的角度又可以 K 这个右边边库那颗红球。哦 ，K 出来了，14。红球如果是薄中带的话，有可能会撞到黄球。刚好避开，看看啊，下来能够做到黑球，哇，漂亮啊！黑球做的比较直，这样的话打进黑球估计就要防守了。或者是拼一杆呢，就是这个留个翻带的角度啊，但是那样的打法可能就太拼了啊。来看一下乔伊斯怎么选，有一点角度啊，低杆能 K 我，我这个，我觉得最后这几颗球叫的，尤其这颗黑球叫的，真有点运气啊。
给到这边的主观镜头一看，刚好一点角度能够 K， 打得也好，运气也不错。看这颗红球打吗？想打，你看能再看这个进球的线啊，还是想打。本来挺稳的，现在打的好像有悬念了一下。哦，还是稳稳的防一杆，这个选择没问题啊。漂亮，用绿球做住了。能过吗？啊，从这边来看一下。啊，应该是不是边库这边能够直接解到啊？边库这边来解。哎，有机会进，哇、哎，进了，哇！哇这个运气太好了啊！这个哇，就直接超分了，关键是这个。没有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啊，超分。对啊。哦，稳稳的推进。这就是主场啊，还是有运气在的啊。慢。Quiet, please. 比较戏剧性的，最后是这样来这个赢下了比赛啊。16. 21, 2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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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观众朋友们呢，稍微休息一下，稍后呢，我们为您回顾一下今天上午，这场比赛，特鲁姆普和天鹏飞等